啊，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，我看到，天上有个飞碟，放下来了锤末，放下锤末，把一个剑，包围住了，锤末把一个剑包围住了，然后，大飞碟上放下了锤末，小飞碟过来，小飞碟过来，拆解。可是拆解的时候，外面有群众把它包围起来，万一发生核泄漏的话，它就包围在这个群众的空间里边，由外星人来处理，现在处理军舰上的核物质也在进行当中。好，我们这一段时间，密切注视着看谁家会报道，核动力舰的这些动力啊，但人家不一定第一时间愿意报啊，可能瞒不住了，说不定也会有报道。哎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